远看是画，近看是字，大致呢这个符，在这个符的里边呢，我说呢12个小符，代表一年12个月，也叫符中有符。这12个小符的里边是你一家7口人的名字，然后拿孩子来说。啊，父亲，您呢是母亲，高高在上，都在小符的里边呢，看出来了吧？啊，然后呢是姑娘，然后是儿子他们，啊，看出来了吧？名字都在这个小符的里边呢啊。然后这边祝你们一家平安、快乐、健康、祥和，这是寿桃啊，这个一点儿。福寿双全，这是我的独创，就为了这个创意，在2007年的时候，中央电视台、北京电视台都报道过我。这是个寿桃，福寿双全。这边呢是一笔轮廓，这个字是一笔写下来的。这边呢是庚寅冬，我的名字，每60年会有一次庚寅年的出现。这涉及到了10个天干和12个地支，上面是70张圆，下面呢是落款章，我的名字。怎么说？远看是画，近看是字。告诉您说，阳光从这边照过来，这边的线叫阳线。这边的线叫阴线，每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会发力，这个字离远看会有一个透视，有立体感。是张老师，你的符纸写的不错，美中不足的，你看你这符咋没给我写正当件啊？没写好吧？这是有讲究的，上边的这叫天，下边的这叫地，上面要比下边稍微大一些啊。写完就干了。